说说看，你为什么崇拜他？可能是因为在我最迷茫的时候，他帮我打开了冰城世界的大门。路考拉，我们结婚。江太太的第一天，走，开始。江一成，你是来捣乱的吗？我就是想学一下煲汤。太烫！这个人平时都很正常，只是有时候会表现出熊孩子的特质。他就像一束光一样，为我指引人生的方向，而我就是那个追光的人。工作时间不认真工作，净搞这些旁门左道。路考拉，生日快乐！谢谢你，江一成。这么年轻貌美的金主妈妈，江总有福了。一成，我这次是因为你才回来的。你今天下午是不是去见林曼了？陆离，你不会以为你真的重要到无可替代了？我不是机器人，我有情绪的，我也会不开心的。你是不可能靠婚姻把一成绑在身边的。如果你现在退出，可能不会输得太惨。再卑微的感情，也有适可而止的那一天。江一成，再见。之前是我太迟钝了，没有早点发现自己的心意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陆离，我爱你。